用宇宙的视角，通过音乐寻找本源的我，呈现真实的生命。上两集呢，跟大家分享了无极乐团音乐的风格与方向，实际上都在心灵这个层面。我们整场音乐会是没有谱子的，大家都是互相背谱，全铭记在心，这样呢，大家的默契才能产生，脱离了谱，超越了谱，只留下了心，给心有一个空间，让大家可以在新的内在当中去游走，去翱翔。那心跟身是什么关系呢？如果我们对身体多一份注重的话，慢慢慢慢会发现到内心的波动。我们通过身体来去觉察我们的内心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有机会去到广西的大瑶山住了一段时间，在那里感受到他们对天地的那份恭敬，天地与我们身体的那份连接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。天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我们身体的气运的变化，这是很微妙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如果内心不安静，你没有办法去感受身体的波动。身体的波动影响了内心，心的波动又看到身体的变化。音符的变化，每一个音符可能在一首乐曲当中出现很多次，但每一次的表达的位置和方向还有点都是不同的，都变化无穷无尽，海阔天空。所以呢，我在说无极乐团的音乐的形式是跟宇宙连接的，跟身心是连接的，每一个音符都代表着身心的变化和宇宙的无穷。